你告诉我实情，想听？行，反正我肚子里也藏不住事儿，告诉你也没什么。老子想当爷，当黑爷。好，我算听明白了，你的脑子是不好使。 你也想当爷？你有当爷的命吗？你们家的祖坟在哪儿呢？啊！我的妈！你这叫能耐吗？你要是有能耐，往你的干娘心口上扎一刀！你来呀！我不傻，我要现在杀了你，我还是黑爷。 赶紧滚！我告诉你，老娘们，我现在没耐性，赶紧滚！好，好，好！你不回庄园拉倒，放着美差你不干，你可别后悔。你要是有能耐，你就去省城把你的大红抢回来。呵呵。 杀了他得了，他还敢笑？顺便把他外面那几个人一起都杀了。我不杀他，你不敢。我要现在杀了他，我还是爷吗？那我不栽了，笑呗。等着老娘们哪天死的时候，我在他身边也这么笑。 那我就等到那一天，看谁像。行啊。 太太，没人想杀你，这药马上就熬好了，你吃了药就早点睡吧。啊，你把我的猫拿来。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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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一会儿就让丫鬟把猫给抱过来。啊，好。哎，黑狗，黑狗也想当爷，他要灭了你。 我临走的时候，给他下了一副猛药。我激他去抢小五。我想，黑狗一定会听我的话，他会带着弟兄们去和那些正规军死拼。这下，他就死定了。<笑>这会儿你又清醒了。嗯。好啊。 黑狗这个杂种，只要进了省城，他小子就得完蛋。这事儿我得让弟兄们盯紧点儿。老东西，你给我听清楚了，你这辈子做了不少恶事，你不死谁死啊？
太太，你这会儿到底是疯了，还是清醒着呢？我没疯，我没疯，我真的没疯。我疯了吗？疯了。大嫂，想成什么了？我见过你的孩子，跟我哥小时候一模一样，真漂亮。你也该有了吧？你和这伙计也结婚那么长时间了。大嫂，别提那事儿了，提起来我就伤心。我这辈子是怀不上了。为什么？就是庄园里那两只老狗给我吃了一包药。吃了包药？毒药。这帮遭雷劈的，别难过了，二红，你爹很快就会回来的，他一定会回来给你报仇的啊。兄弟们说，这柳云轩和白凤寨的队伍已经到了镇上了。你看见了吗？柳云轩他真的来了，我就不信。听着，守住庄园，把外面的人全部都调回来，守住各个门口。哼，我让他们攻打庄园。好的，柳爷，我这就去安排。大哥，大哥，枪是你们打的吗？太好了，你们先歇着，我给你们做饭去。好，走。叫儿子柳云轩回来，回来给你们报仇了，我杀了那两个老狗，我是个为人。您还有什么吩咐吗？啊，把好地牢门，让这小子攻庄园吧。咱们这不是还有两个人头吗？是。啊。啊。大哥，
你敢玩胆玩命，我也一样。他们要是敢对二红怎么样，我一准跟他们玩命。一切听柳哥的，兄弟。这段时间你可不敢添乱，你媳妇儿也是柳哥的亲妹子。松林，大哥，你们放心，我一切都听你们的。老王，明天就要去庄园了，就按我说的办，不能有任何闪失。因为所有的这一切我都盘算得很清楚，就跟下棋一样，你这一个子落错了，就满盘皆输，明白吗？大哥，我为了二红，一步我也不敢走错呀。你光想着二红，还有你大嫂呢，你都要想清楚了。大哥，以后我听你的。我知道你是谁的孩子，可是我还得养着你呀，懂吗？养着你，我把你养大了以后，我还得送你到学堂读书，还叫你练枪，我还会教你耍刀子。这里的庄园的明天可都是你的啦，都是你的啦。你小子真是有福哦。你要是有你娘那两下子，不安分，性子野，你要是把你娘和你爹的秉性合在一块儿，你就准能成大事啊。妈妈，不哭啊，不哭不哭，来来来来来。柳爷太太，我随时可以踏平柳家庄园，说到做到，托妹夫给你俩带一样礼品，你们要继续作恶就想杀谁杀谁吧，可我一定会报仇的。先放了我的小妹和妹夫，我们之间的仇恨和他们无关。柳云轩，柳云轩还托你带了一样东西吧？柳云轩还跟你说了些什么？没说什么。柳爷，求你放了我们吧，把我和我媳妇都放了吧，我们真的是老百姓，我们是本本分分的做我们的生意啊。你给柳云轩回封信。怎么说？就写四个字儿：有来有往。好。来，卸下两颗子弹。你去吧。把这封信交给柳云轩，去吧。这小子饿着呢。你有什么主意？这小子饿着呢。我问你有什么主意，你跟我废什么话？我这会儿没主意，我听柳爷的。这送子弹是跟我学的，我送他家一颗子弹就把他娘给气死了。柳爷，这小子送两颗子弹是要跟柳爷太太拼了。我回他两颗子弹，
就是想要小四儿和他小妹的人头。哎，这个时候还是那句老话，就是要玩胆玩命。谁软谁就败下阵来。把小四儿放出来，我要让他挡子弹。刘爷，您太高明了，咱就这么跟他玩。把庄园所有的账本地契都给装起来，还有所有的珠宝都给我装箱子，还有那些带不走的银元金条全部都藏到地窖里，咱们随时准备换个地方。你过来。柳爷，您还是柳爷高明啊，高明。我错了，这是要看你一定。管家，你带上几个兄弟跟着你，悄悄的去一趟万城。啊，我是要坐山观虎斗。哦，高，实在是高。方才啊，你又喝上了。啊，一夜没睡，喝点酒解解乏。方才啊，这回呢是要打了，柳爷让我去万城，让段爷派些兄弟过来帮忙。好，打。哎，冷马哥，啊，慢点啊！那个老东西可真够可恶的。这是那个老东西让我给你的信。你先去歇着吧。我怎么能歇得住啊？哥，你让我干点什么呀？需要你干什么的时候我会叫你的，去歇着。嗯。哎。哎。这老小子摆明了要跟咱们硬拼。小妹，哎，你要想办法混进柳家庄园，摸摸情况，注意安全，快去快回。好。这两发子弹我要还给他。柳爷，您说让我盯着四太太。对，以防他给柳云轩通风报信。你就快去吧。行，我听柳爷的。哎，刘婆。啊，刘婆。柳爷，你出来一下。哎。嗯。这姑娘是谁呀？ 啊回柳爷，我们的厨子唐师傅家里有事回去了，她是临时过来帮忙的小妹子。哦，你抬头让我看看。啊，今年多大了？22。你哪儿的人呢？王毛沟的。能做菜吗？会是会一点，老爷要是觉得不合口就把我辞了吧。那就留下吧。啊，哎，谢老爷。刘婆，
以后做菜的时候多放点醋。是，六爷。柳爷您慢走。柳爷慢走。你先去吧，我问问太太这菜合不合她的胃口。嗯，好。嫂子，嫂子，小妹，嘘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四太太，我来看看这菜呀，合不合您的口味？这个藏好了啊，我一会儿再过来。太太，有事儿您吩咐我啊。谁呀？想进就进来吧。你在门口偷偷摸摸的干嘛呢？哦，没干嘛，没干嘛。你有什么事儿啊？没事儿。四太太，我跟您说实话吧，柳爷那老东西，他什么都知道。他想让你把柳先生给引出来，叫做引蛇出洞，然后再把你们俩一块儿给。你跟我说这个，你不要命了？你看，你看，我这不是为了四太太你好吗？那我走了。去吧。四太太，饭菜还合胃口吧？刚刚换了个厨子。嗯，我来吧。哎，小妹，小妹，哎，快跟我说说柳哥的事儿啊。柳哥和松林现在都在镇上了。嫂子，我也待不了几天。柳哥说让我摸清情况马上回去。柳哥说准备很快来攻打柳家庄园。真的？哎，你告诉他们要当心啊，这老东西好像什么都知道。他身边有一个家丁叫德顺的，也什么都知道。德顺你知道吗？他们打算把我和柳哥一起。啊，我知道了，你多保重啊。好。林，林，段爷很给面子，派了50个兄弟过来帮忙。嗯，好。照顾好弟兄们，好吃好喝，夜里加紧巡逻。我已经安排好了。您房子边上我已经安排了5个兄弟。嗯，好。Thank you.
柳爷，来呀。嗯。你是刚来的厨子吧？是啊，这位哥哥是德顺吧？哟哟，你还认识我呢？看你像个懂事的。多谢哥哥夸奖，你初来乍到，还要您多照顾呢。那当然了，我跟你说，我最会照顾女人了。别走了，这院子马上会大乱，我再不走就怕来不及了。我把德顺那小子给杀了。什么？嫂子，你再忍着熬几天，我们一定把庄园拿下。啊，好，好，你小心点啊。嗯。谁来了？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不知道。刘云轩来了吗？不知道。他胆子挺大的，他竟敢一个人闯庄园。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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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。怪了，把他抬走，叫太太来。太太刚吃了药。这会儿正睡着呢。办好庄园门，几个偏门全都布置好家丁。你跟他们讲，一个人都不让他们进出庄园，我就不信了。走。该跟我说实话了吧？柳云轩在哪儿？把小球球给我。舅舅，舅舅，小女子啊，你娘也是一头睡着了的豹子啊！啊，你知道不知道？我做的事儿我担着。别伤我女儿！来人！把四太太给捆了。是。你这个老不死的东西！我女儿还小，你别伤她。
小舅舅，啊，说实在的，我疼你。我疼你。先人呐，祖宗啊，爹娘啊，还有我那疯了的太太呀，你们真是费尽心机让我养了个后人，这可是个好事儿啊，好事儿。我的太太，你疯了，你现在是想哭就哭，想笑就笑，想说就说，想骂什么就骂什么，这可怎么是个好啊。该我动手了，我可不能让刘家庄园留下个祸根。玩着玩着就睡着了。太太很喜欢这个孩子，让这个小球球在这睡吧。对孩子都下得了手，天打雷劈呀！小秋秋吗？嗯，他睡着了。你别伤着我女儿，要杀要剐冲我来。来的那个小女人跑了，是和你接头的吧？对，她是柳哥的人。德胜是那个小女人杀的。没错，他既讨好我又巴结你，该杀。你的男人下一步想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哼，来取你和那个老女人的人头。我的人头就那么好提？那就试试看呢。你要是把我杀了，柳哥准会替我报仇，你这个老东西必死无疑。别做梦了，我不会那么便宜的让你去死的，我还要拿着你替我挡子弹。哎，大哥，你吓我一跳。大哥，我正在鼓捣这大玩意儿呢。你这弄什么？就这玩意儿要是炸了，肯定能把柳家庄园那帮王八蛋吓个半死。哦，这是炸药包啊！啊！你还有这本事啊你！
哥，我要说了，你可别介意。我不介意，快说快说，这是好东西啊！你怎么学会鼓捣这玩意儿的？我和大红结婚的时候，买了一挂鞭炮，结果受潮了没响。后来我想再买一挂，我是想蹦蹦晦气，可咱爹不让买。结果我和二红结婚的时候，他倒响了，把那灶台一下给崩塌了。后来呢，我就琢磨着他为什么能响呢。我一打听，原来这炸药啊是一硝二黄三不碳做的，很简单。哎，大哥，我要把这东西制成了，跳进了柳家庄园，把那老东西炸死。你要这么跳进庄园，还不让人一枪给崩了？哎，这样，你多做几个这玩意儿，咱们趁天黑，把它放到庄园的围墙底下，炸塌它一堵墙，啊，把庄园所有的兵力都引到这个缺口，然后咱们几个人绕到他们后院，跳墙进去，再炸死那个老东西。行，你接着弄，需不需要找几个弟兄给你帮忙？行啊，找的人，不过都得听我的，这玩意儿不能出一点差。对。哎，过来，愣娃，该怎么做你教他们啊？放心吧，大哥，没问题啊。柳爷，按照您的吩咐，这两个挡枪子的女人都弄了过来。啊，我柳爷是不会走的，不会走。我的庄园，还有这一河滩的生意，哗哗啦啦的流水一样的大洋，全都是我的。当然了，柳爷嘛，永远是柳爷，就等着这小子攻庄园呢，看看咱谁的队伍更厉害。那万城段爷派来的50个兄弟，那都是精选出来的。等着他来攻庄园吧，攻吧。这么近，今天这么近，真是有点不对劲呢。老王，你真行！听见了吗？热闹啊！哎，真的打起来了！哎呀，太热闹了！哎，这回你们高兴了吧？啊！你们俩到那儿看看去，可别让段爷的人马受伤啊。笑笑，谁笑在后面，谁是爷。大锤呼啦啦。
推广，你却是流出吃香喝辣。为什么兄弟姐妹亲儿爹妈这辈子不敢大声说话？是去是辱是怨是恨都吞下，你却要记我记得。你女人也很强，男人也很傻，任你手黑心狠，一切鬼打黑白颠倒，人心鬼话，不用看。